全球各地的这种极端的天气不断的上演，这个首先是创纪录的冬季高温席卷欧洲，法国迎来了有史以来最热的新年跨年夜的这个夜间的这个最低气温达到了十一度，美国也遭遇了速冻的寒潮，新西兰、巴西、意大利遭遇了严重的暴雨灾害，高温热浪席卷北半球，北美多地高温破极值。以我们这个北京周边地区来讲，今年。 六月份北京的数据最高温达到或超过三十五度，达到十七天，首次在六月连续三天出现四十度以上的极端高温。与此同时呢，六月一号到二十七号的这个北京的降水量只有1.1毫米，远低于常年的同期。而紧接着，这个七月二十九号和八月二号。 京津冀却迎来了一百四十年以来最大的降雨，降雨量极值达到了七百四十四点八个毫米。从我们二零二零年的十月十二号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报告，你可以看到，从一九八零到一九九九这个二十年，跟二零零零到二零一九这个二十年再进行比较，跟气候相关的那种灾害，你像干旱、这个极端温度、洪水，还有风暴。 以及山火这种增长的幅度，有的时候两倍甚至更多。我们全球的自然灾害的总数啊，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大幅的攀升，特别是气候相关的灾害出现了惊人的这个增长。大家看完这个数据，肯定要问：地球这是怎么了？导致这些发生的这个背后的推手在于全球变暖。也就是说呢，这种极端的高温、强降水，这些都是有相互关联，不是一个个。 孤立的事件，全球变暖，大家都听了很多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科学家呢，根据这种复杂的算法，来计算这个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的平均温度，与我们之前的地球，就是一八五零年到一九零零年这种人类活动影响不太剧烈的这种地球的平均升温相比，全球温度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上升。你可以看到这个最近的两千年的这个温度这个变化的一个曲线，这个在最近的十九世纪，就是到。 一八零零年之后就开始升高，到一九零零年到特别是二零年呢，升高更快。根据 WMO，就是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二零二零年的全球气候状态报告显示，二零二二年这个全球平均温度，相较于工业革命以前，就是一八五零年到一九零零年的这种平均值，增高了一点一五度。右上角这个图的红线这一块。 而我们最新的这个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这个蓝皮书也指出，中国科学家给出的数据是增高了1.13度，这两个数据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个全球变暖这个趋势仍然在持续。我们从最近的这么一个报告，就是 IPCC，就联合国的这个有一个呃政府间的气候变化的这个专门委员会发布的这个报告，可以看到我们。 当前一度的这么增温的这个情况下，十年一遇的这种极端高温呢，是要比以前呢发生的概率是二点八倍，然后在一点五度的呢要增增加了四点一倍，到两度的时候呢要增加到五点六倍，如果升温升到四度的时候会增加到九点四倍。 然后这个极端的降水呢，就我们讲了十年一遇的这种降水呢，也是有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比如说在一度的时候，它是大概是一点三次，在一点五度的时候增加了一点五次，然后在两度的时候增加了一点七次，然后在四度的时候呢，会增加到二点七次。全球变暖与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是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一个主因。实际上，全球变暖已已经引起了在我们这个地球的这个系统性的一些变异。 包括一些极端的天气、生态和环境事件的增加，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已经超过了自然过程的本身。所以，我们一这个地球的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阶段。我们有一个估算啊，如果说我们不做减排，按照目前的这个发展速度，也就是说一切照旧的这么一个情景分析，我们到。 二一零零年，就是在本世纪末，这个增暖可能会达到四度以上。到那个时候，这个全球气温来突破气候系统的一些主要的各个临界点，人类将彻底影响地球的宜居性。所以，这个人类将何去何从，这是确实是我们大家需要考虑的一个一个问题。为了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了解地球的过去、现在，更要知道了我们未来。比如说，到二一零零年，我们温度升高了这么四度，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怎么适应它，等等。所以说，我们就要对这个地球进行一些研究，特别是要模拟这个地球的一些变化。人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 以上对于全球变暖和灾害频发的预测，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一百多年积累的大量数据。过去由于技术手段比较落后，对数据的采集处理简单粗糙，预测未来的水平有限。但现在可不一样了，科学家们可以在实验室里培养一个地球的孪生兄弟。 用它来更精准地为地球的命运把脉。我们为什么要给地球算命？怎么才能造出一个地球的孪生兄弟？讲一下我们依托我们这个地球系统数字模拟这个装置啊，开展这个预测的例子，关于两极冰盖的这么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这个假设未来人类活动继续维持一个高排放的这么一个。 排放水平，我们讲的不进行这个我们碳减排或者是碳中和的这个工作，就是二氧化碳继续不受现在这么排，那我们这个通过大装置，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个南极和北极的这么一个冰盖的这么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来预测变暖对北极和南极冰盖的一个影响。这是我们预估一八五零年到二幺零零年每年的这么一个北极和南极海冰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我们利用大科学装置，我们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就对整个中国这个汛期的降水进行了预测。我们二月份给出的结果就是中整个中国的北方降水是增加了，南方这个长特别是长江流域的这个降水是减少的一个趋势。当时我们也提交了这个报告给相关的一个部门。所以呢，就是从这个例子来讲呢，我们通过大科学装置呢对。 我们国家的短期气候进行预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关于汛期降水的一个预测，去年春季的时候，就是三月底，我们这个汛期会商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和争论，就是二零二二年，也就是去年是会发生厄尔尼诺还是拉尼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控制着这个全年的气候灾害的。当时是。 连续三年的这种拉尼娜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同时，国际上的众多的一个模式啊，包括动力学模式和统计模式，这个预报了这个春季，绝大多数是不支持会连续发生三年的这么一个爆发的这个拉尼娜的一个事件。通过大装置进行了一个模拟的预测，我们大气组的团队率先预警了第三年拉尼娜的事件的爆发。同时，在当年，就是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呃大气科学进展上。 发表论文来对这个本世纪首次爆发的第三年的这个拉尼娜事件的变冷的一个过程，从春季就给出了准确的预测，从三月份的这个实际观测开始做了大量的这个模拟的实验，最后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集合的试验结果，对本世纪首次爆发的第三年的拉尼娜事件的变冷的过程给出了准确的预测。相关的研究呢，我们不光是。 获得了同行的认可，最后被这个国家气候会商正式的采纳，为后续的这个汛期的预测，呃，确定南北两条雨带的形成和长江中下游干旱的分布的态势提供了理论的支撑。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预报的评分，呃，大气物理所2022年的这个汛期降水的预测评分是81分，在参加国家气候中心的十余家会商单位中是排在第一位，也是。 这个所有的这些单位中，近十五年开展这个评分以来，首次这个这个预报预测这个评分突破了八十分。这个左边是这个我们预测的这个南北这个雨带的一个变化情况，右边这个是实际上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对比。我们今年依托这个大庄镇也继续进行这个关于汛期降水的预测，初步的结果也显示我们预报了个结果跟我们今年的这个七月份和八月份。 这个降水的这个分布的这个态势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最终的这个评分也是要等到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自晓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多尺度的、嵌套了空气质量这个模拟和预报。大家都知道，大气污染问题是我们前些年我们大家高度关注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针对大气污染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装置实现了对全球的、区域的。 城市的不同尺度的双向签到的这个网格模拟的技术，首次将区域大气污染模拟分辨率提升到全国平均三公里，中东部一公里。就是说，我们什么意思呢？分辨率在全国是平均是三公里这么一个分辨率，但是在中东部地区，大家都知道中东部大气污染的高关注的一些区域，我们可以达到一公里，甚至呢，我们在。 大气污染物的一些模拟和预测上，我们可以到街区的这个水平，这个实现全球和中国区域大气污染物的动态模拟和预测，揭示大气污染物的全球和区域的传输的这个路径和来源等等。怎么样？我的预测能力还可以吧？大家一定很感兴趣，我这么厉害，科学家们是怎么把我造出来的呢？ 这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大气科学家曾庆存。二零一九年，他荣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的诞生最初就源自曾庆存院士的设想和坚持。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对地球系统数值模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已经纷纷制定了模拟地球的计划，并投入巨资进行研发。那时。 曾庆存院士就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地球系统模拟装置，并且必须研究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全新算法模型。经过我国科学家近二十年的努力，2022年十月，我终于诞生了。最初模拟地球的想法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地球模拟器是怎么建成的？地球系统的数字模拟实际上经历了这个一百多年的这么一个历程。 这个早在一九一六年，这个电子计算机还没有出现的之前，英国的科学家叫理查德森，就是我们这个 PPT 上最左面这个，就尝试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天气预报，但是呢，呃没有成功，但是却开创了数值模拟的先河。一九四零年，这个前苏联的科学家基比尔建立了大气的准地转模式。 为数字中天气预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个是在呃二战以前，二战之后呢？因为随着电子计算机的这个诞生，美国科学家 c h a r i e 就是用准地转这个模式，这个成功了实现了北美地区的天气预报。一九六一年，我们大气物理所的这个科学家曾庆存先生就更进一步用更为准确反映大气演变状况的原始方程，成功了实现了。 数字天气预报，到一九七五年，这个中国书郎建立的这个气候模式模拟了二氧化碳浓度翻倍之后的这个升温的那么个情况，所以呢，它是考虑了三维的大气环流的这个气候模式，做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贡献，因为这个方面的这个贡献，他也荣获了二零二一年的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所以说这些先驱者。 为这个数值天气预报和地球系统的模拟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二零零五年，呃，由曾先生参与向国家提出这个建设我们国家的地球系统模拟大装置。这也是基于大气所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气候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的这么一个基础。我们这个 CESM 的这个地球系统模式，我们是基于大气所的四百多万行。 地球模拟这个程序，这个所有的这个程序，主要都是由大气所的科研人员来自己编写完成的，所以这个是也是我们国家在地球系统模式这个研发方面最有优势的、最有基础的这么一个团队的。郑先生提出来，我们要建设具有知识知识产权的一个地球系统模式，主要是基于这个国际竞争，还有我们这个地球系统科学发展的一个需要。 我们大家都知道，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发展我国的地球系统模式，无论从科学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意义重大。我不仅能帮助科学家搞学术研究，在国际竞争中，我还能为咱们国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支撑。进入新世纪。 气候变化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国际气候谈判已经成为多边治理模式的重要展现。二零一四年以后，中国气候外交转向主动引领阶段，不仅对于全球减排提出了中国方案，而且开始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频频发力。 这些方案和主张可不是凭空而来，必须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而我就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我可以模拟未来地球环境的各种动态变化，比如这种升温变化曲线图，蓝色是自然演变的趋势。 而红色是加入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与当前的实际观测高度吻合，所以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降低人类活动的影响，避免未来向红色曲线发展。这就是明确的、科学的减排依据。实际上，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存在的分歧，而且发达国家。 总是有意夸大自己做出的各种所谓的承诺，批评发展中国家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这个努力不够。然而，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这个 IPCC 的报告，无论从当前的人均排放量还是历史积累的排放量，中国的碳排放都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洲。 发达国家基于他们研发的地球系统模式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估的结果，制定了所谓的减排温室气体排放的各国的义务。所以，国际上不少先进的国家模拟结果认为，如果两度的升温对应四百五十个 ppm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话，这个我们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小，所以对我们国家的这个这个经济影响是巨大的。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既要肩负起大国的责任，又要保证自身的发展。因此，我们国家急需发展自己的地球系统模式，开展更为准确的未来气候变化的模拟预估。我们是基于我们中国科学家这么一个基础上建立的这么一个地球系统的模式。这个地球系统模式建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独立开展自己的这个科学研究。 作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的科学支撑，提高我国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球系统数字模拟装置呢，中文是环，英文呢简称为 Earth Lab。呃，为什么我们称之为 Earth Lab 的地球实验室呢？就是把地球搬到实验室进行研究。这个大装置的构成是由五个部分来构成的，就我们称之为五大系统，就包括这个四个软件系统和一个。 这个硬件系统、软件系统就是地球系统模式数值模拟系统。第二个分系统就是区域高精度环境模拟系统。第三个就是超级模拟支撑与管理系统。第四个就是支撑数据库和资料同化及可视化系统，呃，以及我们一个硬件系统，我们这个硬件为这个面向地球科学的高性能计算的一个辅助的系统，包括制冷啊。 供电啊，配套等等。此外，还有建了两条的这个高速的专线，就我们讲的这个教育网和科技网的这个专线，用于模拟和观测数据的这个传输等等。 这是一个二零八零年到二一零零年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全球温度升温情况的动态推演图。我先掌握了过去一百多年全球各地各季节温度变化的各种基础数据，然后通过科学家教我的算法计算推导出未来的数据，然后将运算结果转化为各种数据曲线或者动态图像。 就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漂亮的地球图景了、啊。由于数据量非常巨大，要做出精确的预测，需要复杂的算法和运算过程，而这正是我的强项。如果要进行地球的数值模拟，我们至少要有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呢？一个就是一个准确的数学物理模型和它的高效的算法，这就是说我们在软件上要下功夫。 第二个呢，我们要有算力强大的高性能计算机，就是有计算的速度非常快，我们才能计算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数字预报的这一些产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球系统的各种过程啊，它是会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这个将这些变化的这些规律呢，用数学方程组来进行表达，把它的规律把它提取出来进行计算，然后进而在超级计算机上进行求解。 从而得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地球系统的状态，我们就称之为数字模拟。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些地球中的这些流体过程啊、热力学方程啊、化学反应方程啊、这个生物生长啊、竞争方程啊，还有界面的、啊、不同的界面的这种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些这些规律，把它抽象出来，用比如说用这个呃 Stokes 各种流体的方程组来进行计算，来获得这个规律。 在放在计算机上进行求解，所以这个就是数字模拟的一个原理。因为地球大家都知道是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呃自然界的这个球体，我们把地球的这个表面划分成小网格，在每一个网格上呢建立对应的数学方程，再把这个方程呢转换成程序代码，把这些程序代码建立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放在超级计算机上进行计算，这个计算的结果呢。 进行可视化的表达，这就我们称之为这一个数字模拟这个过程。在这个计算的过程中，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计算呢，有些时候呢是要拿观测数据进行约束的，所以我们进行观测数据的输入，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模拟的计算的一些结果。最最终，我们后面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些模拟的图和后面一些结果，都是这个最后一步，就是计算的结果在最后的可视化的这么一个。 展示出来，大家就一目了然，了解到地球系统的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的一些情况。实际上，在这个大装置的这个建设过程中，确实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这个二零一五年通过原型系统的建设，由大气物理研究所发布了地球系统模式，就是 Cass ESM 一点零的这个版本，初步实现了地球多圈层分量模式的一个耦合。 这个是我们不同的分量，包括大气、海洋、路面、海冰、大气化学和气溶胶、动态植被、海洋生物、地球化学、陆地生物、地球化学。在经过了五年左右的这个研究，我们又发布了开 s ESM 2.0版本。我们对圈层的相互作用的这个刻画更为全面、更为准确。这个模式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已经实现了八个分量，这个模式的完全的耦合。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球系统。 模式，它这个不同的分量的这个耦合式这个装置建设的一个难点，涉及到多学科交叉，需用不同的学科领域的这个科研人员的联合攻关。所以，为了攻克这个装置建设这个难关，我们呃，二零二一年这个研究所正式成立了九庄地球模拟科技攻关突击队，这个带领多学科领域的这个科技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对装置的各项系统进行联调联试。 使我们这个耦合模式的这个性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你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就是这个 IPCC 报告给出了三张的曲线，一个就是这个蓝线，一个就是这个橘色的线，一个就是黑线。这个蓝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仅考虑自然因子，就比如说像太阳和火山活动这种模拟的曲线的时候，它的这个温度变化是这么一个趋势。考虑到人为的这个影响和自然因素的模拟的这个曲线呢？ 是这么一个橘红色，这个变化的范围是这个橘色的变化范围，而实际上观测到的这么一个温度的变化那个曲线呢是黑色的，因为观测到是实际发生的这么，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当考虑了人为和自然模拟的这个因子的时候，这个观测的模拟是最接近的。我们这个在国际这个模式界呢，它有一个叫国际模式对比计划，叫 CMAP 的对比计划，比如说我们在，呃。 全球海洋热含量的预估、海表的高度的预测方面，我们这个 CESM、ESM ES 都是表现最好的一个结果。实际上，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啊、呃、地球系统模式，在美国、这个日本、欧洲也建立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大装置。我们根据已经报道了个资料，我们这个地球系统数字模拟装置呢，是,是目前国际上呃在用的。 就是已建成的模拟装置中，这个性能目前是最好的，包括这个运算的速度，啊，分量模式，这个以及我们的分辨率，就是我们从软件和硬件方面应该在是在专用的地球系统模式中是排名最好的。我自己是做大气气溶胶研究的，像我们讲的这个，通常大家呃所熟悉的 PM 二点五这些大气污染的這,这么一个呃研究。 比如说我们在二零一五年前后，我们国家这个很多的这个人关注到这个呃，我们讲的这个呃一些这个燃烧源水汽对 PM 二点五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哦、呃、我们这个实现这个啊、呃、全呃全国的这个煤改气，就是通过这个天然气来替代煤来降低 PM 二点五的污染，但是呢，因为这个比如说像这一些燃烧源呢。 像一些电厂，它排放很多的水汽，大家就认为这个水汽是不是对 PM2.5 的影响做出贡献？我们呢就采用了一些新的一些研究办法，比如说像这个，呃，水汽里面的氢的同位素、氧的同位素，对这个水汽的来源进行适踪。后来我们通过这个实际的这个采样、观测以及同位素，还有进行了大气的模拟的一个分析。 最大的一个贡献的程度，对 p m r 5浓度可以增加百分之三。也就是说，从这个观测和模式模拟的这个角度，我们认为这个，呃，燃烧源水汽呢，对这个 p m r 5的贡献不是很大了。通过观测和模拟的研究，对这个燃烧源水汽对 p m r 5的贡献做出一个定量的一个评估，也为这后续的这个控制做出了一些贡献。目前，我的软件和硬件超过百分之九十都是咱们国家自己研发制造的。 别看我刚刚出生一年多，我已经参加了很多重要的科研工作，进行了大量地球环境的模拟预测。二零二三年十一月，第一届地球系统数值模拟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议期间，中国科学院还将我的二百七十万行地球模型源代码公布，诚邀全球科学家共同参与未来的研究，开启了全球协同开发、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我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帮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还能走出实验室，为生产生活提供实实在在的重要支持。 利用我的这些超能力，人类可以大幅提升气象和海洋状况预报、灾害预警预报能力，更有效的防灾减灾，减少经济损失。我还能为国家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实现双碳目标等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给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关于地球的未来，你还有什么新的发现？ 根据你的预测，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全球气候变化呢，带来了很多的灾害，同时呢，它会也会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机遇。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讲这个海滨的这个消融会导致北极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的黄金水道。这张示意图示意的是，呃，我们从五月到九月份北极海滨的一个消融的一个情况。你看这个，呃，白色的是这个海滨的厚度，就是越白色。 海冰的厚度越薄，这个紫色是海冰的厚度越深。像到紫色的时候，海冰的厚度到七米了。所以你可以可以从五月份到九月份，这个海冰逐渐的一个消融的过程，我们通过这个大装置就可以模拟出来。这个海冰消融之后呢，它就会导致这个北极航道的一个实现季节性的通航。与现有的这个航道相比，我们到欧洲去，从碳排放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像我们这个。 呃，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排放量会减少百分之四十以上。我们北极的航道是有三条航道，有一个西北航道、中央航道和东北航道。因为这个航道的开通，大家都知道是受这个海冰的影响非常大的。我们前些年看过一个片子叫《泰坦尼克号》，它就是当时这个一百多年前在航行的时候受到海冰的这个影响的时候。 导致这个船沉了，这个海滨呢对这个航运影响是非常大了，所以在季节性通航之后呢，我们通过模式可以模拟哪一条航道是更适合什么样的船的类型进行通航，就走哪一个航道。所以呢，这些海滨的这个融化呢预报啊，对这种航路的交通和导航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通过模式呢，可以建立的模型来提前预估这个区域的大气的海洋的。 海滨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就讲，是如果两极的冰盖都消融了，北极的格陵兰的这个冰川和南极的这个冰盖如果全部被消融之后呢，全世界的海平面会上升七十米，这种致命性的高温天气，就是我们讲的高温热浪天气，就会成为一个常态，全球就进入了一个无冰的状态。呃，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是。 模拟的就是通过模式模拟了之后，你看北京、上海可以看到中间这块是蓝色的。如果两极冰消化之后呢，这个华北平原这块全部是被海水淹没了。所以我们像北京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平原地区都是在海平面以下了。所以这个就对我们国家对全世界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讲了，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不光是跟我们天气啊各种的地球的这个相关性，实际上。 与我们的经济都是很有关系的。实际上，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未来全球气候怎么变呢？既取决于自然的变化过程，更取决于人类是怎么发展的。对，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实现碳中和的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时间段，采用不同的减碳的政策。这些减碳的过程中，会对这个地球的气候多大的一个影响？在国际上，我们对未来的预估有五种的这个情景。 左边那个表，我们列了五个发展的路径。右边这两张图呢，它一个就是说，在五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下，这个温度升高的一个情况。当你进行碳中和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蓝线是 SSP 1.9的时候，这个温度是可以控制在1.5度以内。当这个碳中和不做，我们二氧化碳减排没人管，就是二氧化碳自由的排放。 那可能我们在一个高排的情况下是 SSP 八点五这个路径，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右边这个像喇叭口的这五条曲线，最高的这个曲线，这个红色升温就到了四度以上右边这个右下图这个是是五种发展路径的情况下，这海平面上升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二氧化碳不受减排的时候，海平面上升最多了，可以达到一米。如果要减少未来的气候的风险，必须要控制气温的上升。 而这个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这种温室气体的，会驱动温度的这个升高，所以我们反过头来要控制这个升温的这个趋势，就要控制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大家都所熟知的就是啊，二零三零六零年的这个双碳的目标，力争在二零三零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二零六零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大家都知道，二氧化碳从 工业革命以来进行了大量的一个排放，增加到这个大气圈中，经过了一百七十年左右的这么一个上升，然后在未来了三十年之内要实现一个剧烈的一个下降。这么一个大量的这个二氧化碳一个下降，会不会影响地球的发生新的气候风险？我们这个气候啊，一个很著名的这个蝴蝶效应，一只这个南美洲。 亚马逊河流域的一个热带雨林里面，一只蝴蝶，它在飞行过程中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可以引起两周以后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一场龙卷风。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蝴蝶效应，就是这么一个微小的一个气候扰动会导致后面一场大的一个飓风灾害。与这个相比，人类社会这么大的一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巨量的一个下降。 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气候风险？目前没有人能说清楚。因此，我们这个大装置呢，就可以在这个未来这个双碳战略，也就是碳中和上，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些工作都可以，我们在这个大装置上进行模拟和预估，把这些过程了解清楚，来减少人类社会以及我们这个中国一些风险的灾害的一些损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未来的气候变化对我们国家风能、太阳能，就是我们称之为风光新能源的一个影响。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新能源，大家老在讲的这个，主要是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主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根据双碳的这个战略的这个评估和预测，在二零六零年，风能和太阳能在国家的这个能源占比中要达到。 百分之八十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使用呢，就会未来的对我们地球系统产生影响。太阳能和风能的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它就是非常依赖于天气和气候的一个变化，受天气的变化的波动大、变化快，而且受地理气候带的这个差异的影响很大，空间的差异也很大。你比如说，今天如果下雨的话，它太阳能可能发电量就降低了。 它就会对电网的稳定产生影响。今天这个风是三级风，还是五级风，还是七级风？这个风力的大小也会影响风力发电的这么一个效率。所以呢，如何高效、稳定的、大规模利用风能和太阳能，一直是全世界的一个难难题。我们这个大装置就可以在这个方面提供一些评估和预测，包括对我们陆地和海上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的这个评估和预测。 以及一些极端的气候对风光电厂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影响，以及大规模风光能源开发利用下的这个气候环境的一个反馈的效应等等吧。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最近呃，复旦大学和我们一起合作，就通过模拟分析评估了太阳能和这个风能的开发的潜力，并进行了预估。我们使用了这个多年的太阳辐射和风能的公里级的这么一个。 呃，小时分辨率的一个空间数据，采用了这个呃，我们那个大装置进行了计算，来综合考虑这个国家行政区划、土地类型，还有这个气候条件、地形海拔、陆地自然保护区、海上航线等等的一些空间的地理信息特征，对整个风能和太阳能，这个左边那个 PV 就是我们讲的太阳能的这个电站，右边就是风能的个风能的电站这么一个评估。 然后是发表在最新的一期的 Nature 论文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呃，我们对这个风能和太阳能未来的建设进行了预估，二零三零年、二零四零年、二零五零年在不同的年度，在不同的区域进行了这个建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预估。截止到二零六年呢，就我们假设到二零六年实现碳中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北方，特别在西北和华北、新疆。 内蒙、甘肃和青海这个新建光伏电厂装机容量最大的四个省份，可以达到这个两千一千五五百七和二百四十个吉瓦，占到全国新建光伏装机总量的四分之三。同时，内蒙、新疆、甘肃和辽宁是新建风电这个装机容量最大的四个省份，这占到了全国新建。 风电的这个装机总容量的百分之六十，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西北区域，这个西部这个区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清洁能源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区域。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么一个光伏和风力发电厂的一个累计的装机容量大概是七点五亿千瓦。我们通过模型预估，到二零三零、二零四零、二零五零和二零六零年，中国的这个风电和太阳能的这个累计的装机容量可以达到。 十六、三十二、五十六和九十四亿千瓦，占到我们国家的那个年的这个供电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四十二、百分之五十二和百分之五十九。这个与我们“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十二亿千瓦以上的这个规划目标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装置啊，将这个支撑这个全球区域复杂的自然和社会。 经济的这么一个耦合做一个模拟评估，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这个地球系统数字模拟装置，作为引领地球系统科学认知的一个国之重器，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解读地球的过去，了解地球过去发生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还可以对现在发生的过程进行观察，了解它现在的一些状态。 同时，我们还根据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些这个趋势，来预估地球未来的个发展的一个态势，让人类和地球和谐的依存，为应对气候变化、美丽中国、碳中和等国家战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